大家好，我是台湾医协理事长朱建辉。第一届台湾医协举办的专业音响课程已经结束，这次课程强调学习的深度与广度，不再是为了工作应付工作所需，而是全力投入音响技术工作。今年协会继续开课，希望对音响有兴趣的朋友能踊跃参加，谢谢。